真如本性第一义空，诸法相空啊，是名智慧。佛地古德啊，悲悯众生，顺应愿情，凡行清净。修行，咱都爱真用心吗？反观自照，咱家己的真如本性，偏偏众生啊，咱的真如本性，咱都是用着真多的无明解遮盖起来，所以。这真如本性都无法度现前，凡夫容易呢受这个色尘、声尘啊，影响咱的心思，听到人对咱讲到咱无欢喜听的话，听到。有人对咱无满意的代志，哈，咱听啦，心啊就真歹过哦。起心，为什么你安尼来批评我？为什么我安尼做你阁无满意？好烦恼都生起来，真呢？就是着伫迄个声尘，听来的声音真容易呢，予咱冲动，迄个无明的习都起，容易呢去做业吧。所以咱会常常讲心口意。咱要讲话，还真小心嘛。所以，咱修行要安怎修得呢？会当讲好话，啊，修得呢安怎善解听话？这种音声独响，这呢就是凡夫的烦恼啦。这就是无耻的人嘛。确实呢，咱若会晓诸法相空，唔只是听的声音呐，咱会晓善解，同时爱去感恩咯。这叫做智慧的人，福德高德啊。悲悯众生，咱来回归，回归咱真如的本性来啦。做好人，行好事，那亲像安尼，事事利益众生，这就是福德。咱有福心嘛？心中有佛啦，佛都一定一直一直都是安尼讲过去。众生人人本具佛性，哪怕你是短暂佛性浮起来，利益人群，那迄个瞬间呐，所做的呢，也是佛。迄、那个佛心现前呐、啊，只是众生，咱较可惜的，就是这个善念现前的时间真短暂，真紧呢，受无明故载安不起啦。所以呢，咱会浮浮沉沉嘛，在这个。
苦海中，所以咱应该好好将咱这份佛心啊，时时在咱的心灵，咱悲悯众生，佛的心地呢，就是慈悲啦。所以咱来悲悯众生啊，亲像佛陀，伊已经是安然自在啊，会当处在第一义空的位座吼，诸法空位座嘛。佛陀伊的心灵啊，永远是自得呢，伫迄个第一义空，即种真如的本性内底。但是呢，为着悲悯众生，所以伊爱不断来人间啊，讲法，安尼，予人人会当接受。唔只是安尼法讲了后，予人接受啊，他爱个不断回归娑婆。来度众生，从这个道理，再搁再反复呢，现象来听法，现象呢来说法，所以现象来主导，啊，现象来度人，所以啊，这是一地呢，就讲佛陀无离开娑婆，所以称佛呢是。素心祝福永远在人间呐，所以讲顺一完整，已经呢，从这个人间真复杂啦，人间真多的烦恼无明、习等等，拢从起底回归呢。顺一清净真如本性来，已经呢是圆满啦。大圆境地，照这个人间的声尘色相，咱来修行，在这内底未受伊污染着，已经呢到到迄个顺一。完整的程度，所以啊，梵行清净，梵行就是清净行啊。咱伫因缘众生中，照着众生呢世间的苦集，咱来修行，这用感恩心付出无所求，各都爱感恩。不断去付出，会当看到讲哦，偌呢多啊！即个人间菩萨用心投入，唔惊垃圾，唔惊辛苦，等等去伫了付出，走入人群中，虽然是垃圾，但是呢，咱脱落了咱的一身躯污尘的衫，咱。洗干净来，换上了干净的衫，还是同款，搁是清净，同款的意思啊！这念心未受环境，甲咱污染，这呢叫做梵行，咱就是清净，安尼付出这种的清别梵行啊，各位。学佛啊，咱真重要的呢，那就是需要咱这念心吼。咱伫咧讲的这些法啊，人间法啊，啊人间偌苦偌苦啊，真正是真苦。要那唔在苦呢，还是伫迄个所在，沉沦、迷乱，无法度。离开迄个肉体，
所以爱抵苦，才会当知影咱爱修行。所以正面呐，诶，文就讲时时提住。在这个火体中啊，那么这个体主呢，这间厝的主人已经离开这间厝啦，一寡唔在苦啊，唔捌是非的囡仔，还搁伫个内底哦，还搁是伫迄个所在伫个游戏啊，也未晓要出来啊，文有情感。那就是心心挂念，这个心声啦，知影，这个囡仔，也阁是伫迄个内底哩呐。这种见闻，那就是悲心见闻呐，好亲像听到，亲像看到，一份呐，了解，完全真了解呢。这个火体中啊。迄、那个灾难啊，已经四面温服着吼，蠢蠢欲动啦、啊，一直呢，甲这个灾难频频一直逼我来啦。这呢，和这个体主，那就是三界导师四圣诸佛啊，释迦牟尼佛他。无忍心咯，哈、啊、也知影。落来这段文讲，地笑无敌啊，凡无傲着吼，那中者文艺，今日好体啊，风雨救济，令无受害。本来啊。这位中者已经出力在火体的外面了，因为一念心嘛，就是无忍心，所以搁入火体来。那就是譬如佛陀啊，佛心悲悯，不忍见众生无明。这是佛陀的悲心嘛？要那无呢？佛陀都已经离开了，已经呢七大涅槃，完全寂灭啦。那应该娑婆世界啊，都跟伊一点啊都无关系啊。啊，不过呢，就是悲心，无忍心啦，这。众生这么这无明啊，虽然他已经离开三界，却是呢，还再回到回来，来入这个三界来，为一大事因缘，再入娑婆啊。所以，譬如，因为这众生的无明，都譬如呢。迄、那个地小无知，真幼稚的囡仔啦，所以啊，有这个血液受苦，还是同款起业作业的这个娑婆世界哩，未晓要出吼、哦，所以佛陀为着呢，要疏令这个。
愚迷的众生会当赶紧觉悟人生的苦难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教义出世要安怎呢？来教义会当离开火体出世，成长善根啊，这都要用心。人若无善根啊，善根若无出来啦，伊还是呢无法度离开这个火体，所以必定呢要循循善诱教育不断，爱来人间不断呢爱来教导众生，安尼才会当所有的众生未受这个烦恼的火所伤。再讲这个地孝母地，就是譬如这过去啊，无结着缘，或者是结缘真浅吼。意思就是讲，过去生中无有接触到法，或者是接触到呢，迄、那个缘真浅啦，今生来世啦，就是同款安尼，因为呢，福缘真浅，慧根真浅吼，所以大善未到，这个大的善呐、啊。福慧呀、啊，那就是真浅薄啦。亲像阿弥的人，这拢是一个在火体内底啦，一个是同款的，底下淡乱啦，也未醒的人啦，这种的人叫做地孝无地吼。过去既然无迄个因缘接触，现在呢？更无法度接受大法，这种的人，这就是地孝无地。虽然啊，见贤想要改动者吼，但是呢，就是无法度持着啊恒久的心，所以就搁在流转啊第三界吼。这个真如本性啊，各何烦恼解堪起来？虽然有一点点啊鲜，但是足浅呢。虽然已经呢开发爱心，但是真紧呢退失爱心，这拢总是叫做地孝无地。接下来讲哦，烦恶熬着。那烦恶熬着啊，就是啊，迄、那个火体内呢，安尼一直呢，底下伫咧游戏吼，好熬着伫这个世间声色啊，等等呢，这个欲乐啦。这种呢，就沉着在迄个火体内底啊，所以三界的苦果呢，还是放逸六尘，还是同款安尼在咧放逸吼，啊，唔知影呢，人间啊，这种无常苦难呢，在咱的周围吼，处处含尽啦。拢是唔知的，亲像遐个囡仔真幼稚无知啦，所以贪着
伫种种诶境界，即呢叫做熬着吼，啊欢喜啦，我欢喜啦，啊有虾米不可以呢？啊你哪会着安尼？安怎我甘愿啦？亲像安尼呢，拢是无法度吼，无法好度诶人。啊，面对着这种无法度的人，佛陀的慈悲还是无要放弃哦，嘛是赶快搁走入这个火体来，赶快要救伊啊！这是为众生起大悲心咯，所以出尽造性吼。来知呀，爱修偌久的行啊，才会当呢回归真如本性。爱经过了呢无用所劫，是走哦，唔是一念定哦，迄是一亿的时间，真无容易哦。已经出真啦，已经这个真如呢回归到当下呀吼，那。但是现在不住第一义空，他还是回归娑婆，为着娑婆啊三界的众生，他搁再回归倒转来，来入火体中吼，所以叫做降劫尘凡，伊搁再下刀准降风降吼，所以讲。中者文义，那这位呢？中者就是佛陀啦。这是一种的譬如吼，佛不忍众生苦，今日火体起大悲心啦，所以救苦悲心，今者的众生受苦难，所以呢？才会无忍心啊！赶紧进入去吼，那这种随顺众生的心术啦，所以命入火体，因为惊到哇，我出来啊，确实呢，还佫遮侪人伫内底哦，所以爱赶紧呢，佫再入火体，同款随顺众生。同款安尼的心术，这就是佛陀的大慈悲啊！所以啊，弘一救济，令无受害。弘一，那就是用种种的方法，下看众生的根基啦，来释教吼，随顺众生的根基来施大教。所以机构自主率众犯难，但是有一项，不管你大小根基啦，开始说法，那就是。苦集灭道，那一一来说明吼，哈人间是苦，苦是对倒来呢？那就是离顿，这个
五顿五里吼，啊，贪嗔痴慢疑等等呢，好辛苦呢，就是先动着这个辛苦去做作，做作都有业咯，所以做了业呢，那是顶顶塌塌吼，真多。所以因为安尼啦，沉没伫三界，无法度好出离，所以众苦蔓延呐。常常不转吼，这实在是真苦啊！为着要救人，所以不得不搁再入去吼，入去的火体的内底，火灵依住同时出。这种循环复旧吼，那不只是一个人，伊都要搁真侪人啊！啊，唔是安尼出来都好啊，啊，都爱搁入去，所以爱搁再循环复旧吼，甲因抓出来，再搁抓去吼，哎，去救人啊！安尼个循环呐，由一生二说三生。那种一生，就是干那一项生活的道理啦。不过呢，众生的根基无济，伊都爱搁再分别哦，说三生。灵珠得出好体，无有受受害吼。那安尼一旦可以完整的离开火体，不受火所烧着，不受伤害。这就是譬如众生啦，本具出世神君，本来人人都有，但是欠加，所以爱加一加吼。总共一句呢。佛陀是为一大事来人间，苦难偏多啊！啊来，甲大家人啊同齐来，有志一同呢，投入人间菩萨去吼，赶紧呢去度苦难众生，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嘛。